烧精了，今天到我爷爷地里去挖一点蒜。俺们爷真种的蒜，咋吃嘞？这都能要？俺们蒜是少的，蒜是少的，是的。这都做？这腌蒜就嚼不开，这没蒜了，是不？泡今天干我的，怕呀。泡干的不好吃啊。哎呀妈，辣的很。这蒜苗好吃，这蒜苗和吃蒜菜，蒜吃蒜。哎呀妈呀，大东西！我操，这老几啊，三十八六。好像这拿不了多少钱，就十万。我操！现在这么便宜？天，全村都没这样吃了。这一个人多了。拿凉皮水洗出来。把水分抠干。再进去熬。就是盐糖醋的，凉的。你盐是盐酸能吃的。那老是可上盐水的。盘子洗干净，把水桶拿干。这酸好。酸好的很。凉了么得了，倒水分扣，放上一个月糖蒜就腌制好了，就可以吃了。腌制好的话，放一年都不会坏。